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。下雨天好睡觉，在下雨天呢、我们都觉得比平常呢要好入睡。怎么会产生这一种情况呢？其实它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下雨我们都会知道水的力量比较强，那水呢的力量比较强的话，它就比较好入眠，所以你八字水多的人通常呢就会比较喜欢睡觉。所以说第一个，它的水气会比较旺。第二个，雨打到地上，这时候这个雨水会把地气全部打散。地气它是旺人的，旺我们的身体，旺我们的精神。这时候地气一打散掉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人体就少了一个气，这样子我们只好靠睡觉来补这个气。为什么呢？在下雨天的时候比较好睡觉的原因有两个，水旺没有地气。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